位法网秋出席2016年金章颁奖典礼，我想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多谢林特首。我哋呢個青年獎勵計劃咧，係歷史悠久啦。喺羅主席同埋其他朋友，有好多大家睇到嘅義工嚇，再次恭喜大家嚇。我哋社會未來質素咧，就教我哋青年人質素。而青年人質素咧，唔係淨喺課室裏邊嘅教育，亦都唔係淨係家庭教育，就好難社會教育。今日我哋呢個青年獎勵計劃係一個非常好嘅社會教育。